道我们的骨，我们的骨头的结构，这个我有教过你。啊，笑啊，笑笑，你有没有试？又是一个 C，OK，好，我们先要知道，它跟它，你要了解我们的骨，先是了解骨骼结构，从上往下，啊，由粗到细，粗是什么呢？比方讲啊，这个头颅，你的脑子里面你要知道一个头颅骨头的部分是什么形状。啊，颅骨到这边，眼眶到这边，颧骨到鼻子两个孔，到嘴巴到下巴，好，这是一个头颅，从头顶往下。然后呢，颈椎，啊，颈椎是一段，颈椎下来以后呢，肩，啊，肩是一段骨头，肩下来呢，手臂有上臂骨。下臂骨、手掌，啊，上臂骨、下臂骨、手掌，左右，然后呢，下来胸椎，啊，胸椎，肋骨，然后下来腰椎下来到骨盆了，啊，荐椎，到荐椎。然后打开骨盆下去，从髋关节上腿骨，啊，就是大腿骨下去到膝盖，小腿骨两根下去到脚踝，然后到脚掌骨头，啊，到脚趾。先知道这个大概的，啊。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是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你就想，你刚才，比方讲我们现在刚刚讲了从头到脚的骨头嘛，是不是？你练这个头三口气呢，是洗全身，啊，就是深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，从头顶，跟淋浴水从上面下来一样，从头顶很快的吐气的时间，就是刚才头骨、颈椎、肩膀、两个手臂、胸椎、腰椎、荐椎、骨盆、大腿骨、小腿骨、脚，再一口气吸，从头顶。吐气，头骨、颈骨、肩、两臂、胸椎、腰椎、荐椎、骨盆、腿、脚。第三口气吸，吐，头顶、颈、肩、手臂、胸椎、腰椎、荐椎、骨盆、大腿、小腿。好，这是头三口气哈，从头洗到脚，然后就分段来，然后就分段，啊，我们先分的段是比较大的段，比方头，我的接下来第四口气啊，吸气，然后你就想你的头，感觉你的头骨，这口气下去的时候，从头顶。把你能够感觉到的骨头、头骨的部分，用这一口吐气把它都洗一遍。好，有了，第二口气吸气，第二口气是紧，啊，只吸紧椎，吐气。好，第三口气洗肩膀，啊，肩膀你可以分，你可以一口气洗左右两个肩，你也可以分成左肩一口气，右肩一口气，啊，好，我们现在一口气洗两个，
吸气，吐气，从颈椎跟肩的交接处往两边吸。好，接下来一口气吸左臂，左臂你可以一口气从上吸到手指，也可以把它分成两段，大臂小臂带手掌，或者三段大臂小臂手掌。好，我们先来一口气吸左臂。吸气，现在吸右臂。好，现在吸气，现在吸胸椎，你也可以一口气吸胸椎到腰椎到肩椎。也可以把它分成三口气来吸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吸从胸椎一直到肩椎，吸，吐气的时候吸啊。好，到肩椎完。下面一口气吸骨盆，先想一下骨盆是什么形状。好，我们从上面到两边收到骨盆的下面，好像是水在流，会怎么流？好，吸一口气，骨盆，吐气吸。吸口气，左腿上往下。大腿骨、小腿骨一直到脚趾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右腿。呼气。大腿骨、小腿骨、脚趾。好，分段洗完了以后，再三口气，从头洗到脚。好，吸气。好，你这个东西可以站着练，可以坐着练。坐着要用我们的那个坐法要正。你可以躺床上练，睡觉前啊躺正，人躺正啊，人躺正也是一样，上往下吸，睡着了就睡着了。好，用这样吸。啊，刚才洗完有没有觉得比较松？有吗？啊。你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？然后我今天颈椎比较硬，不舒服。你在分段洗的时候，就单独把它洗个三五遍都没关系。啊，我感觉到腰椎啊酸，腰酸，把它单独洗个三五遍，都可以，啊。这个会了，你们在洗的时候一定要头脑里要很清楚那个这口气吐，洗完气吐完，洗完气吐完，所以这口气到哪边？头顶吐，
跟着吐气的速度，你要看着你的骨头一直跟着气的那个速度下吸过去。要这样子配合。这个熟了我们也可以单独，比方讲单独洗心脏。心脏好，然后这个区域你吸一口气。我们从头脑来，因为现在的人头脑都比较紧，思考太多，你可以洗脑子。你看脑子，想想看脑子是什么样子一个好像软软的豆腐脑那样子的，想一下它的形状结构左脑右脑中间分开，也能够分得越细越好。好，吸一口气，想着脑子从上往下，吐气。脑子洗一遍。你今天觉得你的眼睛很累，眼睛很累，就洗眼睛。这口气吸，我先洗左眼，吸一口气，左眼，眼眶、眼球，你的眼睛就慢慢放松了。吸一口气，洗右眼。脑子里面要确实的有那个眼睛的那个形象。好，洗一下肺两大片很大的。你也可以先洗右洗左，分开洗也可以，一起洗也可以吸一口气。觉得今天的呼吸不怎么顺或者肺气吸太多了，脏东西吸太多了，就洗个三五遍。好，现在洗心脏感觉心事很多或者很紧，心很紧，放不开。吸一口气，想想看心脏的悬吊的方式，心脏的形状从上面，从动脉那边开始往下洗，往那个肩洗。吐气，肝脏很大一口气从大的地方往小的地方洗。洗肾脏，肾脏腰子后面两个像小拳头一样的呼气，先洗左也可以我们先洗左。
要喜悦我。好，我们回来洗脾胃，啊，你可以一口气从食道下来，食道下来，直到胃到肠啊，小肠、大肠一直下去也可以，分开洗也可以。啊，我们从上面到下面，吸一口气。接下来你可以往下洗啊，洗膀胱，洗子宫，通通可以啊，吸一口气，吐气洗。然后吸一口气，从头再洗到脚。好，这个东西回去有空看一下解剖图，也就是说我们对它的形状结构认。头脑里面的那个影像越清楚，你会洗得越好，啊，所以当我们在洗的时候，要确实向内看到，所以它叫做内视法，眼睛闭起来往里面看，啊，往里面看，而洗头骨就是往里面看到你的头骨，洗眼眶往里面看到你的眼眶，洗什么地方，你就确实的根据你书上看到那个器官那个结构。然后往里面，感觉上是看到它，然后去洗它。现在洗完，刚才我们洗了一遍，有什么感觉吗？想睡觉，对，会很松啊，会很松。然后那些东西都落下来。它确实会有功效，但是要常常做。所以这种东西可以跟你在练拳以前或者平常的时间站着，你不一定要洗，你没时间不一定要洗全部，像刚才那样子洗，没时间啊，就是挑一个地方洗，但是先是从头到脚洗一遍、两遍、三遍，然后再挑你要洗的地方。这个东西是很有效果啊。所以是不是要先去全洗过后才能够单洗？对，部分就对了。对。那还有是不是就是那时候在洗的时候，比如说从胸椎、腰椎到肩椎，那前面脏腑也脏腑，我刚才不是分开洗吗？对哦，就是先从后面全洗的时候先，不是先洗骨头？哦，洗骨头。先洗骨，再洗脏腑。你更细的话，你说我要洗这根筋，我这根筋酸的，我这根筋有伤，对不对？你就洗那根筋，就吸气，你知道它在哪吗？知道它在哪里，就吸气，吐气，洗一遍，再一遍，再一遍。那个吐气越慢越好，但是不能憋气，啊，自然呼吸，对，啊，就是不能憋，啊，这样子吸，啊，这种方式可以从骨头，从里面洗脏腑，啊，洗筋，
洗到皮肉，洗到皮肉，通通可以。啊，洗完就很松，洗完确实可以。你有烦恼，把头脑洗一洗，头脑洗一洗就没有了。啊，心里不安，心里不安，洗一洗就平了。啊，肠胃有点不舒服，洗一洗